第六面经文的第五行，这个第四段是狮子座也，佛在这一部大经一开端给我们说明毗卢遮那佛的依报庄严，在种种庄严当中特别给我们介绍地的庄严、树的庄严、宫殿与宝座的庄严，用意非常之深，可以说将整个华严的境界都在这个里面显示出来了。华藏世界与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这种种庄严都是性德自然的流露，而大地这是表我们的真心本性，心地法门，所有一切一真都不能够离开大地，说明万事万法不出一心，我们看到如来果地上一正庄严呢，就要想到怎样修学，我们的性德才能够显示出来，与诸佛如来果报等齐。诸佛如来他们的见数如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立功立德立业，这是中国人认为的三不朽啊。而实际上世间人做这个三不朽啊，并不彻底也不究竟，唯独诸佛菩萨他们的立功立德立业是真正的三不朽。为什么呢？样样事情都称心，样样事情都与大方广相应，这是宝树的庄严。宫殿是让我们
身能够安居。宫殿里面表法，虽然众多的义趣，但是总是以慈悲为本。大慈悲心遍覆九法界一切众生，帮助这些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悲是菩萨宫殿，也就是慈悲是佛菩萨安心离命之处。佛菩萨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大慈大悲。那么今天第四段跟我们讲狮子座，为什么不说别的，要说座？佛法是师道，师道我们就明了。老师给学生上课，古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古时候老师上课，不管是佛门还是世法里面，老师都是坐在那个地方啊，教书的，不像现在，现在老师是站在讲台上教书，学生是坐在那里听。这从前这是大不敬啊，那还行吗？老师要坐在，而且要高坐，尊师重道。在古时候，一个老师教的这一班学生，大概最多也不过十几个人。那十五六个人呢，大概已经到了饱和点了，不可能再多了。少的学生呢，三四个、五六个。所以从前也没有黑板，也没有特制的教室，就是一般的书房。学生多了，多摆几张桌子。所以老师在上座。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也是采取坐着讲。现代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也得要随俗。那么在中国的习惯，一定是请法师上座，不但是讲经、讲演、讲开示，也都会给法师设一个讲台，设个坐席。可是在外国就没有了，在外国讲台上讲演的多半是站着的，诸位在电视里面呢常常看到了，像美国总统发表文告演说的时候也是站在那个地方，那个讲台很小，大概只有我们摆书架子这么大。听众啊，倒是很舒服，坐在那儿听。所以诸位想想，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一个总统，他的权威怎么能够树立呢？领导这个国家，教导老百姓，
自然比过去要艰难的多了啊。那么现在的潮流叫民主时代，民比哪个都高啊。啊，这是我们在形象上都看到了。在从前，民间所有的建筑物不能高过官府啊。你这个地方，比如地方这个一个都市，市政府，你的房子要高过市政府，市长的权威没有了。你的房子高过总统府，总统的权威也没有了。所以它有一定的高度啊。那么现在我们看每一个都市高楼大厦，都比市政府啊高的好多倍呀。这时代不一样。可是那个影响啊，这种原理原则还是没有变啊。明白这个道理人很清楚啊，但是今天真正的知道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的人呢，越来越少了。所以此地不说其他，特别要提老师讲经说法的这个座位。这个座位呀，称为狮子座啊。请看经文，其狮子座。高广妙好，这是一小段。这一小段呢，总说形式的殊胜。实在讲，这就说了，医报随着正报转呐。行事之殊胜呢，是说法人的智慧、德行、权威也。与这个坐不大相干。啊，所以称为狮子座，不是这个座位上啊，雕刻着狮子，啊，不是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的。形容这个说法人，人中狮子，狮子是比喻，佛在经上常说，在一切动物当中，狮子是猛兽啊。所谓狮子一吼啊，百兽恼烈。我们看到狮子叫的时候，这个小动物听到那个音声都发抖啊，都跑不动了，它有这样的威力。以这个来形容诸佛菩萨说法无畏也，能降服一切邪魔外道，他有这种大的这么大的威力，形容说法的人为狮子。他坐在这个地方呢，就叫做狮子座。高广妙好这四个字是形容，从四象上看，这个是形容宝座，
先用这个讲台啊，这个座位，实际上啊，是形容说法人的德行，他的智慧德行。佛说法根据什么样的原理能有这样大的威力？经典里面告诉我，佛说法以法空为体，也就是说佛证得二空真如，人无空，法无空，得二空真如，你还有什么畏惧呢？这称之为人中四字啊。说法无也，其如二空真如，这是真正的无上之法。说它是高啊，不但至高无上，而且是深不可测，性德圆满的显露出来了。这高的意思，广是讲广大，他所说他的智慧广大，他的说法广大，大而无外，无有边际，广的意思。第三个字妙，妙是说佛说法的善巧方便，就像我们在这个地方读到这部《华严经》一样，即似而真，完全在四相里面表现甚深的义理。于是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经典里面所讲的六乘说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佛家讲四威仪，行住坐卧，无论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在一天生活当中坐的时间确实占的比例很大，坐要舒适，坐要讲究啊。中国过去这些宝座都是上好的木材做制造的，这个上好的木材
诸位要晓得，这个一般人所讲的气，气不一样啊。人有气，无也有气。练气功的人讲气嘛，我们佛法里面讲光嘛，放光嘛，无也有光啊。这个上好的木材啊，那个气就旺，人气也旺啊，他所这个用的这些器具啊，这个气也旺。这是这个器具为什么要选择的道理，就在此地。万物都能滋养身心的，能养生的，能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心理。所以这个坐要宽要大，心量啊就不一样了。那个座位很自小，急得很难过，你就晓得他那个心情就不能够开放了，就很难受。因为坐的时间长，所以座位这个设计就用不少的心思。实在讲，现在人这个坐似乎是比古时候人要考究，其实要对养生之道来说不如中国古人，绝对不是说中国从前的古人没有想到软的座位，这个坐的多舒服的。中国的座位都是硬板凳啊，睡觉是硬床啊。这个比外国人有学问呐、有经验呐、这种设计实在讲是最健康的用具。中国人跟外国人，诸位仔细去观察，你就晓得了。外国人大概到六七十岁，你我们在美国看的很多，腰就脱了，背就脱了，腿也没有力量了，就显得衰老了。什么原因呢？坐坐沙发，人一坐下去就陷下去了，睡的是软床，他这个身体怎么会健康？中国人你看这个硬板凳睡硬床，好像是不舒服，健康长寿啊，非常有道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现在人讲有他的哲学在其中啊，哲学就是智慧啊。美国的历史才200年了，那哪里能够比得上中国啊？在现在他是发财了，富了。我们没有他富贵，绝对不是说富人样样都是对的，不见得。样样都是对的，那是经验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所以对于身心这个健康啊，决定是有帮助的，养生养心啊。中国传统这些学术
如果我们要把它舍弃了，那实实在在是可惜。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累积几千年的智慧经验，我们如果能相信不怀疑，以这个基础才能真正帮助我们过幸福美满的一生。何况佛给我们一开导，我们才知道事事物物里头啊，显示出真如本性啊。禅宗里面明心见性，见性之后，老一辈的这些大德们往往来测验测验他，考一考他，你见性在哪里呀？什么样子？真正明白人啊，随便念一物啊，表示一下，老和尚点点头，没错，没有一法不显示圆满的性德啊，所以见性之后啊，头头是道啊，左右逢源啊。道是什么道？无上菩提大道啊！啊，无上菩提大道在哪里？就在日用平常啊，没有一法不是的。啊，所以即思而证。好是美好圆满的意思，就是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啊，高光妙好。四上是说这个宝座，宝座设计的啊，高光妙好。内里面是赞叹说法之人他的智慧，他的善巧方便，达到这个标准了。所以第一句里面所讲的其四字作高广妙好啊，这四个字也就是说法人的标准。今天我们有许多年轻的同修在此地研习经教，学习讲经，经要讲得好，好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这四个字，智慧高广啊，方法妙好啊，这个方法妙好可以学啊。李炳南老居士传给我们那点讲座之研究，就是妙好的基础，但是高广没法子了，高广是你自己要戒心相应的，你才能做得到。有解无形达不到高广，有形无解也达不到高广，一定要行解相应的，才能达到高广。
自己一定也要像佛一样，其如法空的境界，也就是一般常说的证得二空真如，高广啊，你就得到了。下面有六句说体得圆备，请看经文：摩尼为台，莲花为王，清净妙宝亦为其轮，众色杂花而为璎珞，堂榭楼阁，戒器护佑，梵住物相，背体庄严，宝树之果，周回建立。这个六句，这个坐的座位的中心，这个叫台啊。那么通常我们一般呢，这个道场里面说法的这个座位是三尺见方啊，方的三尺。那么当中这个地方的是台啊，一般的时候高出一些啊，这个出家人在家居士讲经啊也是一样的，身坐讲经多半是盘腿而坐啊，这个盘腿坐后面要坐高一点啊，这个高处地方啊是台。这个地方说啊，台是摩尼啊，台座是摩尼，这是我们身体坐的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力量啊就落在这个中心啊，也就是我们坐力量啊依在这个地方。把它比喻作摩尼，摩尼是宝，摩尼能放光啊！啊，这个光啊，是随着外面光源啊，它是一种反射光，它自己本身并不放光，反射光。光源不相同，它反射的色彩不一样。这个现象，我想诸位同修都知道。啊，你们看到宝石，啊，这个金刚钻宝石，啊，为什么那么贵重？光彩夺目啊！它光不是自己发光，本身没有光，随着这个一切的光源反射的光非常之美，也比喻说法，说法的人有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般若经上所讲的根本智，般若无智啊！无知那个根本智，就好比是摩尼之体一样，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就像摩尼珠啊，接触的光源
反射的光不一样，那个反射的光千差万别，叫后得智，佛为一切众生说法。佛有没有法可说的？佛说他没有法可说。众生呢，就像光源一样，佛呢，就像个摩尼珠一样。众生有感，那个感就是光啊。佛心里面，这个众生有感呢，佛立刻就有应，感应道交啊。众生的感呢，千差万别，佛的应呢，也千差万别。所以佛给我们说出种种的经教，不要说毗卢遮那了。说我们的世尊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说这么许多经教，而这些经教确确实实都是从感应当中显现出来的。感应有两种啊，有显感，非常明显的，像在大会当中，听众啊向世尊请教，提出问题来请教，这是明显的。还有一类的是叫敏感，心里头有疑，没说出来。可是众生起心动念，佛就知道。佛明显地给你说出来，敏感啊，显应，佛给你说法了，显应啊，有显感显应，敏感显应，还有一类。显感敏应，听经当中有人向佛菩萨请教，佛菩萨听了之后一句话不说，那个请教的人啊豁然开悟了，他并没有说一句话了，他就开悟了，这是敏应，显感敏应。还有一类是敏感敏应，感应道交啊，有这四种形式啊。这个摩尼微台啊，表这个意思。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摩尼所表的法空之体，这个是佛菩萨讲经说法真正的依据。我们常讲，你这个理论，你这个说法根据什么说出来的？佛菩萨是根据二空之主，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法如佛菩萨，说法如狮子吼，你要不证得二空真如，你怎么能做到？我们想要证得二空真如，那么你现在就不能不放下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你才晓得放下是对的。这种坚固的执着错了。
佛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智慧，有这么大的能力，他彻底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丝毫都不染着，他才有这样圆满的智慧，无尽的善巧方便。第二句，莲花为台，这个莲花为网啊，网是外相，这个宝座的四周，宝座是宝座的四周啊，用这个莲花围起来，像网一样。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图案，庄严宝座。莲花也表法，表出污泥而不染啊。你看坐体是摩尼啊，周围莲花，摩尼表法空，莲花表无染啊，清净不染。心地果然做到不染了，这就叫做莲花的宝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诸位要晓得，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的。极乐世界的莲花谁去培养的呢？给诸位说，是自己去培养的。西方极乐世界确实不可思议，正报无量寿啊，依报也是无量寿。树木花草常青的，没有凋零的，也没有落叶，树枝也不会枯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都是无量寿啊。唯独啊，七宝池里头的莲花不是。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所看到的，只有莲花，哎，有生有灭。那是什么原因？因为莲花了不是阿弥陀佛栽的，不是他种的，莲花是十方世界呀，发心求生到极乐世界，你发这个心啊，七宝池里面就长一朵莲花。经上说得很清楚，莲花上还有你的名字啊，你用功很勤啊。功夫得力，这个得力了就是心地清净。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其他的万缘放下了，心清净啊。这个心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年比一年清净，七宝池的莲花就越来越大啊，光色就越来越好。将来往生啊，你就住在那里面了。如果你念佛有夹杂，你那个花就不纯了，有污染了，光色都不好，黯然无色了。
如果你退心了，你改学别的法门了，或者就参禅去，或者去念咒去了，那花就枯死了，就没有了。所以只有七宝池里面呢，看到这个花开花谢。花开那是念佛功夫成就了，往生，往生花就开了。那个花还没有开呀，含苞还没放啊，就已经枯死了，就知道那个人啊不是退心，就是改别的法门了，改修别的法门。莲花在这里是表法的。我们自己要全心全力去养气保持自己的莲花，那是真的。这个世间人呢，不管什么不要去跟他比，那个没用处，怎么比到后来都是一场空啊，都落空。唯有比莲花大小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你看经上所讲的那个莲花，小的啊，有十由旬的，百由旬的，千由旬的，大小不一样，光色不一样，修行人功夫不相同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除了念佛之外，每一天三餐饭能吃得饱，衣服可以遮体，可以穿暖，有个小房子能遮蔽风雨，足够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自己在这个世间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呢，身就是莲花。你的住处，你的座位都是莲花座，你出去走路步步都是踏着莲花。我们凡夫见不到，有神通的人看到，你步步都是踏在莲花上，举足下足就是念头生念头灭，念头生也不染住，念头灭也不染住，就好像局部下部都是清净无染，与二空之理相应。第三句，清净妙宝亦为其轮。那么这个轮是座位的中心，不管它有没有轮相，轮是从中心，它有个中心点，中心呢往外面辐射，有一个周缘，通常设这个宝座，设这个座，如果用这个宝座来表法，这个设计是很完美的。这个轮是轮，就是前面讲的台。台是讲高处，轮是讲这个台的形状是圆的，座位中心是圆的。那么通常如果没有这个
这个台的这个做法呢，通常我们摆一个蒲团，或者我们现在讲摆一个坐垫，蒲团多半是圆的，圆形的，这个圆形的蒲团摆在这个座上，作为坐垫呢，这就是门。所以这一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现在这个坐垫，现代人讲的坐垫，圆形的坐垫。那么它表的圆满，圆代表圆满。又表清净，清净圆满的意思。那么坐垫一定要很清洁、很整齐，它才能象征这个意思。表说法的人智慧圆满，德行圆满，才艺圆满，善巧方便圆满，表意很多很丰富啊。再看下面这一句，众色杂花而作璎珞，璎珞是装饰品，使这个宝座看起来格外的美观，用花用璎珞来装饰，这个里面也是表法。同表智慧，表他的德能，表他慈悲，这个慈悲用现在的话来说，关怀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教导一切众生，感化一切众生，都是这个垂布的意思，这个璎珞在宝座四周围垂下来，底下这一句堂榭楼阁，戒器护佑，凡诸物象备体庄严，那么这些装饰品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在中国古代处处可以见到，这个宫殿楼阁可以见到，这个桌椅也可以见到，雕的一些浮雕人物花草，宝座里面也有这个庄严，也雕刻这些东西，显示出无处不庄严。所以说是体德圆备呀。这四个字在这个地方就通通给我们显示出来了。
而它的含义是讲二空真如，包含事出世间一切的现象。佛界一真法界，凡夫界里面是法界一真庄严，诸佛如来所证得的二空真如之力，就在这些事事物物当中显示无疑呀。所谓理即是事，事即是理，性即是相，相即是性啊。理事不二，性相一如啊。理跟性空寂的，实在讲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的。四根相啊，是很明显的，我们六根能够接触得到的。接触到相啊，理在其中啊，性在其中啊，见相就是见性啊，见事就是明理啊。入这个境界，就是证得二空之理了，通达一切事相了，啊，自性本具的智慧。我们讲的两种智慧，根本智、厚德智都现前。这个智慧现前就是成佛。本经后面讲佛十种身，第一种叫菩提身，菩提是朗然大觉，你对于四离性相都通达，都明白了，你觉悟了，觉就是佛菩萨，不再叫凡夫。所以明白人见相就是见性，即思就明理，这是这一句里面所含的意思。幕后这一句宝树之果周回建立，那么这些宝树不是外面的，外面那个宝树前面第二段讲过，这个地方的宝树是狮子座上啊，那个雕的这些宝树，啊，雕刻的这些宝树，周回建立，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狮子座周边的，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台。我们这个讲座后面布置这些树木花果，这个也行啊，这个不是我们讲堂外面的种的这些树，也是属于
这两句经文所包括的。现代人能够想到，古时候人也有过这个盆栽的历史，很久了。过去人讲经啊，可能讲台旁边也有很多盆栽啊。那么还有没有盆栽的呢？用屏风，屏风里面画的这些画的也非常讲究。我们底下这个楼里面五百罗汉这个大屏风，你们诸位看到啊，这个里面呢，宝树、枝骨、周回建立在屏风里可以看到，所以这个是讲座位周围的摆饰庄严宝座的。那么这个里面所刻画的有佛菩萨讲经说法，有佛菩萨在坐禅经行，许许多多都是经典上所讲的故事。我们现在人讲故事，佛法的术语叫公案因缘，用这些艺术造型把它表达出来，让大家接触之后，你看到之后，你听到之后，自然就能感动，就能够觉悟啊。华严经里面的说法了，跟其他经确实不一样。这个学了之后，我们六根，在楞严经上讲啊，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那不假了。为什么呢？六根都聪明了，以前看东西呆呆板板的看的，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一看，好有里头无量意呀。你看花，花有无量意；看水，水有无量意；看树，树有无量意；乃至于看一块石头，看一粒微尘，里面都是圆满的无量意呀！你岂不是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吗？所以用宝树枝果，树表什么意思？枝表什么意思？果表什么意思？前面都说过，树的身智慧呀，树的枝干五度啊，代表五度啊，叶代表定。花表菩萨应行，果表菩提涅槃。都是整整齐齐排列在树间。这个就是显示因中有果，果中有因。表这个意思。菩萨妙法术啊，随因感果，这才能够普度众生。菩萨大慈大悲，
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凡圣同居，周回见列的意思。菩萨在没有成佛的时候，度众生是修学的一个主要课程。为什么呢？世间人常讲，教学相长。师资道成啊，老师教学生，学生也帮助老师啊，所以学生在资助老师。如果没有这些学生问问题，老师有的时候那个智慧也吐不出来。有人这一问，哎，这下突然明白了。没有人问呢，他还在无明里头啊。一问呢，把无明问掉了啊，他才会突然啊想到这些问题啊，突然觉悟了这些问题啊，所以。菩萨要不教化众生，怎么能成佛呢？你说为什么不能成佛？他的厚德智不能圆满。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他根本智得到了啊，厚德智没有啊。厚德智一定要教化众生，一定要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那么由此可知，说法度众生这桩事情，不是只有出家人做啊。在家人也要做啊！他问你，你要不要成佛？你要不要成就圆满的智慧？不能成就圆满智慧，就不叫做成佛。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要想成就圆满的智慧，没有别的法子。华严经到末后，这不是佛教你了，佛没法子教你啊。最后是什么样子呢？参学啊，参学就是接触广大的群众，向群众学习啊，这是参学真正的意思啊。无论什么样的人物，你都要接触。你不接触，你的智慧从哪来？不但一切人物要接触，一切人要接触，一切动物也要接触。你不接触这些动物，你就不了解这些动物的习性了，那你智慧就不圆满了。不但动物要接触啊，植物要接触。你不接触这些植物，你对它不了解。换一句话说，你就没有办法培养它，没有办法照顾它。
啊，不仅是植物，连矿物都要接触。你都要去了解它，啊，明白它，然后才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才能成佛啊。所以，向群众学习，群是一群一群的，众是众生的。动物、植物、矿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你想想，哪个地方不是菩萨学处？哪一个时候不是菩萨学处？菩萨真的是万德万能。正是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真的是无量啊，那个无量不是形容词啊，确确实实是无量啊。可是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老实念佛一门深入，不劝大家广学多闻，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广学多闻的条件不具足。你要问什么条件不具足？第一个，寿命太短了。换句话说，时间不够用啊。不要说其他的条件了，单单就是这一条，你想想看，我们要想向群众展开，向群众学习，你能办得到吗？大概学的万分之一都不到啊，寿命已经到了，岂不是真的叫挂一漏万了？因此，这些祖师大德们才劝导我们呐。我们把这些事理都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再想想自己的能力，实实在在办不到啊，那就选择一门深入。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得无量寿。那我们的条件够了，有的是时间。法门无量，我们寿命更是无量。这才能成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是去享福啊！如果是去享福，那你错了。往生到那个地方，就是要得无量寿的，无量的这个时间、时光啊，让我们修学无量的法门。我们求生净土啊，真正的目的在此地。下面第三小段，摩尼光云，互相照耀，设方诸佛化现诸王，一切菩萨集中妙宝，西方光明而来引主。这两句说的是作用，
作用广大。前面一句是说的净宝出光，这个出光在佛法里确确实实本身放光啊，西方极乐世界六尘都放光，连地都放光，光明世界啊，佛经里头啊也称作为大光明藏啊，没有一样不放光啊。为什么呢？现得变现，现得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也有不放光的道理吗？啊，那么我们要问，华藏世界、极乐世界、诸佛净土，法性身、法性土啊，我们今天居住这个世界，六道轮回，甚至于比我们这里更差的环境啊，恶鬼地狱畜生，他们环境比我们差的太多太多啊，生活苦极了啊，我们要问这些一正二报是不是信德的流露？给我是的，没错啊。为什么我们这六尘不放光呢？佛在经上讲得好啊，一报随着正报转啊，我们这个世间珠宝啊，金刚钻自己都不能发光，原因在哪呢？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没有放光啊。啊，你看经上所说的佛有常光啊，常光不是放光啊，常光啊，我们画佛像啊，把佛的这个圆头顶上画一个圆圈，圆光啊，佛的身体也有光啊，这光多大呢？经上通常告诉我们八旬。啊，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大概它这个光啊，八尺到一丈啊，这样的光明，这个不是放光，自自然然就有啊。我们现在的光跑哪里去了？佛有我们也有，佛能我们也能啊！现在我们看在经上，佛能我们不能，佛有我们没有，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心呢，心性呢，被污染了啊！虽然被污染，我们信德的光明还在，不是那个光没有了，光被障碍住了，所以透不出来。
我们身光被障碍出了，我们依报环境啊，光也没有了。所以哪一天我们自己这个障碍去掉，身体放光，然后看到六尘境界通通都放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事实真相。发光体我们称之为宝啊，你看净宝啊，所以最重要心要清净啊，心就是清净心，就是真心啊，不清净是妄心啊，妄心光就没有了，光就被障碍了。心地清净呢，这光就又透出来了。我们今天用的是妄心，不是真心。起心动念，有是非人我，有贪嗔痴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是污染啊！真心本性里面原来没有这些东西。你看禅宗六祖慧能说得好啊，本来无一物啊。这个真心本性里面本来无一物，有一无就错了，就是污染；有一无就是障碍，将我们自信里面智慧德能乃至于依正庄严的相好通通被障碍住了。你说这个损失多大呢？虽然在六道，虽然在三途，性德没丧失啊。这些严重的障碍呀，把他的智慧德能向好都障碍住，不能让他解决。这是事实啊。经文里面讲啊，摩尼光云，云这个意思前面说过，净宝出光啊，就像云彩射入山峰一样，我们在高山上啊看到云海，云海也很壮观的，也很好看啊。相由体空，它是一个不真实的境界啊。所以，佛在此地用这个字来形容事实的真相，让我们从这个字里面悟入。法空啊，就像啊云海一样啊，山峰就像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一样啊，云海在山峰之间自在的飘来飘去啊。这一个景观，现在的人很喜欢欣赏啊！你看到外面观光旅游，中国这些
四大名山都能看到这种景观。不知道表法的意思，如果你要懂得表法的意思，你就不是单单在欣赏风景了，你是在那里修道了，真正在那里修菩萨行呢，修无上道啊。二空真如啊，就像这个相现象。一叶智中智一切法，一切法是四相啊。二空真如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在哪里？没离开四相，跟这些四相交融啊。现在我们佛教里面这个世界通用的教旗，就用这个来表法啊。你看教旗一共是六条啊，从上到下了一共是六条，六条里面呢有五条是单色。这个五条单色的代表五度，前面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代表着。后面有一条啊，是杂色的，这五种颜色通通都有，代表是般若。般若在哪？般若在五度里头啊。也就是四相里面如果没有智慧，那就是没有理，四里头没有理，相里头没有性，那怎么能成立？所以教旗是从这个表法的意思来设计。我们做佛弟子，这是我们一个标志，它的表意我们要懂得。有人问，我们要能够说得出来啊，表菩萨六波罗蜜。这个六条宽窄要一样。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做的不如法，这个杂色的地方做的特别宽，这个没有道理，那这就不平等了，这个六度是一定是这个宽度完全相等，如果做的太长了，那个意思就不对，有横有竖了嘛，那就不对。可是有横有竖也能讲得通，看你怎么讲法就是了，那就不能代表这个前五度跟般若度般若度不能那么太说法我们另外想一个法子来讲，这个佛法我们常讲五乘佛法，或者呢，这华严宗里面讲五教，那个五种颜色五条可以表五教它有横有竖，这五教横遍十方，竖穷三际，行也能讲得通。可见这个表法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能说得出道理出来，行就好。显示出法没有定法了，你只要能悟出一个道理出来就行。
这个理有浅深，有广下，啊，看个人呢，这个悟入的程度。这个业业法体里面显示出二空真如，任何业法里面佛菩萨都能见到人我空法我空，空有不二，空有是一不是二。所以《心经》上说得好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个妙用啊，才完全显示出来了。就是我们先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真相，了解真相之后了，那你就跟诸佛菩萨一样，游戏神通啊，你的日子怎么不自在啊？啊，怎么不美满啊？有享受，没有得失，啊，有受用，啊，没有得失。世间人呢，这佛常讲啊，颠倒可怜悯者，他颠倒在哪里？他有执着，没有受用，你们这不颠倒了吗？他真的能不能执着到呢？执着不到，能执着的空的，所执着的也是空的。这《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的很明白，佛讲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能执着的是心啊，能执着的不可得，你所执着的这一切万事万法因缘所生，凡是缘生之法没有自体，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所执着的也不可得，能执着所执着都不可得。都不可得了，就显示出二空真如了。人我空，这是对能执着上说的；法我空，是对你所执上说的。这才把宇宙人生的真相一语道破啊！这就是所讲的看破了。看破之后啊，再不执着了，那就是放下了。不分别，不执着了，放下了。放下之后啊，你的生活就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了，诸佛如来得大自在，你也得大自在。无论先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不自在。你如果是富贵，你在富贵里头得自在；你是贫贱，贫贱里面得自在。富贵跟贫贱没有关系啊。自在是一样啊，没有差别啊。自在是平等的，富贵贫贱是差别的。在《华严经》里头，差别里头有平等，平等里面有差别。所以叫五洲因果上跟你讲啊，差别因果，平等因果。所以相上是有差别，受上是平等的。受是受用。受用是平等。
这叫真平等。啊，如果说是在思想上平等，受用不平等，那个平等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说，业业四法，业业四相啊，都行二空真如。于是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才能够真正相信啊，如来的智慧是真的究竟圆满啊，万德万能究竟圆满，不是赞叹的话，是真的啊，确确实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要想恢复自信，圆满的智慧德能，学佛就是干这桩事情。这个智慧德能不是学来的，不是从外头的，是自己自信里面本来去做的，把那些障碍去掉而已。这修行就是去障碍呀。换一句话说，去妄想分别执着啊，你要真干啊，执着舍掉了，六道轮回就没有啊，六道轮回就是虚妄的执着变现出这个幻象，再能把一切分别舍掉了，那十法界就突破。十法界是从分别里头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分别妄想这个执着断掉了，你就证得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在哪里呢？一真法界就在现前啊。你得一真法界的受用了，你的受用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啊，那么也许诸位要问了，那你这个讲的还是个理呀，是还是不行啊？再告诉诸位啊，这个理悟了之后，事变了啊，事上怎么变？我们世间人常讲，相随心转啊，体质也随心转啊，这个地方起变化。你的相貌改变了，你的体质改变了，这个变化就太大太大了啊！你现在是凡夫，你要养这个色身啊，天天用尽了心思啊，到处去请教啊，要吃什么补的东西啊，什么营养的东西啊，身体才能健康啊。如果你要是见到性了，明白理了，给诸位说，你一天喝一杯水呀，营养都足了，哪要那么麻烦呢？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的一些学生们日中一时啊，讲求什么营养啊？到外面去托钵，给什么吃什么啊？一个个都健康长寿啊！为什么呢？体质变化啊，心地清净了，清净心，这个身体就放光了。真的放光
那你放光没看见呢？没看见是不让你看见。为什么不让你看见？让你看见你害怕了。哎呀，这个大概是妖魔鬼怪来了。啊，赶紧远着些。凡夫复薄啊，佛虽有身光，他要把它收敛起来。所以佛法始终以教学，用这种方式来教化众生，不以神通感应。为什么呢？因为神通感应妖魔鬼怪也有。魔也会放光啊。它会变戏法了。如果佛用像放光现瑞这种方式来教化众生，魔变这个境界我们就没有办法辨别。邪正难分啊。混淆视听，这个对于佛法的弘传啊，佛的教化众生有很大的障碍。所以佛自己做一个榜样，佛确实有圣光。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一般人看不到他放光，收敛起来啊，那偶尔放光，那有特别因缘，戒淫一类的众生，由此必要，佛才展现。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修行重点关键还是个清净心。正是这里讲净宝出光，这个宝就是心啊，心地啊，净宝就是清净心，清净心是宝啊，清净心出光啊，清净心起作用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佛法里面常讲实智、全智、中道智，华严经上都用十来表法，讲智也说十种啊。其实要细说，无量无边的智慧法门，这是经文里面摩尼光云呢，互相照耀。希望我们要细细的去体会。后面这一句，设方诸佛，化现诸王。一切菩萨集中妙宝，佛是果地上的，是老师，是教主啊。菩萨是学生，是佛的法律法眷属。华严会上啊，称为主伴，佛是主，菩萨是伴。这也是互相的发挥啊，佛化摩尼教化众生，
所以佛宝在十方能做佛事。佛宝是什么？宝珠是表法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觉正净三宝。摩尼宝珠啊。能做一切破迷开悟的佛事。佛事就是教学，教化众生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菩萨初成佛的时候，自自然然感得一切诸佛现行呢，来给他灌顶。一切菩萨来亲受敬仰，这个示现初成佛的时候啊，诸佛如来为什么这么做？这是诸佛如来对你的嘉奖。诸佛如来的本愿满足啊，一切诸佛都是希望众生快快成佛。你今天果然成佛了，他怎么不欢喜？这个成佛好像这个我们世间读书啊，毕业典礼啊，授予学位啊，他一定要来参加嘛，要来道贺嘛。这诸佛如来来道贺啊。恭喜你你今天成佛了。你今天入佛位了。去现行灌顶。灌顶就是道货的意思。菩萨来亲近你，那个菩萨他还没成佛，他要求佛教导啊。所以菩萨来亲近，菩萨来供养，亲近老师总要带一点礼物嘛，礼物是表自己一点恭敬心的，不在礼物的后波，是表他的恭敬心，所以这份礼物随着个人自己的力量。有财富的人，这礼物可以送好一点；没有财富的，礼物可以送差一点。所以这一朵鲜花呢，也都是供养嘛。这个是贫穷之人呐，我们献一点花，表示献一朵花呢，表敬意。富贵的人呢？那现珍宝啊，宝化了啊，就是金银珠宝之花啊，这很名贵，但是那个敬心呢没有两样，恭敬心是相等啊，所以这供养物啊是表法的啊，这个老师绝不计较。老师要计较，这个老师就没有道德了。没有道德，哪里有真学问呢？他有道德，有真学问，绝不在这儿计较。完全看学生的真诚。真诚是宝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句里面给我们显示的，佛加持菩萨这个宝，佛宝入菩萨宝中，
菩萨宝入佛的宝中，这个很有味道啊！啊，你看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啊，十方诸佛化现诸法，啊，这是佛化宝啊！啊，一切菩萨集中妙宝，啊，这是菩萨之宝。西方光明二来银烛，这个光明里面就交融了。菩萨即是帽子，这个是头发里头戴这个帽子里面的宝珠啊。光中啊有佛的宝珠之光，佛宝珠光中啊有菩萨这个妙极宝珠里面的光明，光光护照啊。那么这个意思显示出如来圆满的智慧，菩萨无量差别的智慧，菩萨差别智慧跟佛圆满智慧的交融，佛智慧当中有菩萨智慧，菩萨智慧当中有佛的智慧，表这个意思啊。如来从果上起用啊，所以叫化现啊，究竟圆满的智慧也说他做诸王，摩尼宝珠之诸王，取这个意思。啊，菩萨心顶里面智光圆照，所以叫他做极中妙宝，啊，取这个意思。啊，这个意趣很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